随着饲料工业的发展，企业一方面为追求利润，广泛应用非常规原料，另一方面追求饲料转化率，持续提高饲料中能量和蛋白的比例，而滥用抗生素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如何实现饲料高效转化，同时又能提供安全健康优质的畜禽养殖产品，是一大难题。山东隆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始创于2004年，是国内专业从事天然提取的饲料添加剂企业，也是国家胆汁酸产品标准的制定者。隆昌动保致力于生产绿色环保安全的饲料添加剂，为全球饲料业服务。2011年，公司投资4000万建立新的动植物提取基地，加大现有产业的科技投入，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隆昌动保是一家非常注重研发的公司，现在我们拥有博士3人、硕士研究生10人的研发团队，同时呢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饲料工业中心、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山东农业大学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确保我们产品的质量和工艺的创新。隆昌动保生产的胆汁酸绿色安全高效，作用持续稳定，绝不添加有毒有害及违禁成分，无残留及毒副作用，是经国家绿色饲料原料认证高效环保安全无毒副作用的绿色饲料添加剂。2014年7月23日，农业部发布第2131号公告，正式批准山东隆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胆汁酸为新饲料添加剂，指定山东隆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和使用核发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证书，同时发布产品标准、备案、说明书和标签。这预示着胆汁酸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在未来5年内，只有山东隆昌为国内唯一的合法制造商。我们的工艺一般是经过皂化、脱色、酸化、陈化、压滤、干燥、粉碎等工艺，这样就可以得到95%以上的纯品胆汁酸。经过这些工序提取出来的胆汁酸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去除了杂质，不会对饲料品质和动物的健康产生任何的不利作用；第二是能够保证胆汁酸的含量。我们的产品让畜禽肝胆和肠道少得病不得病，健康成长，让养殖户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产品让水产动物肝胆和肠道少发病不发病，健康成长，让养殖户赚到更多的钱。我们隆昌动保为饲料企业提供产品应用、配方优化、生产品控等全方位的服务和方案，让我们的客户不断发展壮大。隆昌发展了10几年的时间，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服务队伍。因为地区的不同、养殖方式的不同，我们这个产品的使用方案是有区别的，将来以后会在这个服务方面会更加深一些。隆昌动保作为国内首家专业胆汁酸生产企业，把研制绿色安全高效的添加剂为全球饲料行业服务作为企业的使命和追求，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市场销量的稳步提升。如今隆昌胆汁酸已成为提高脂肪消化吸收的代表，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已与国内诸多饲料企业、养殖一条龙企业及动保企业，如新希望六合集团、亚太中汇、和丰集团、中粮集团、通威股份、特区集团、大北农集团、海大集团、奥华集团、中宏三荣、山东仙坛、河南华英、广东温氏、四川拜耳等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产品已经突破菲律宾、
马来西亚、叙利亚、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台湾、泰国、越南，并积极开赴埃及、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我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分别是仁爱、坚毅、诚信、团结和学习。仁者爱人，所以说仁爱是我们企业生存的基础。坚毅代表了龙昌动保勇往直前的信心，诚信是我们龙昌动保持续发展的保证，团结就是力量，确保每一位龙昌人为了共同的目标积极向前。学习是源泉，通过学习确保龙昌动保掌握前沿科技，与时俱进，将龙昌动保打造成一支积极向上的和谐团队。我们有这个信心和决心，引领绿色安全环保的添加剂的健康发展。虎啸南国，龙腾中原，狼嚎北疆，让我们的产品在南方，在中原，在北方，在中华大地遍地生花。